ジェットコースター殺人事件。一路一人一千里。谁不得劲儿？真好啊！听说我吃早饭了，吹死我了，嘴都吹歪了。你想坐旋转木马吗？我坐旋转晕呢，贼晕呢，就晕车的感觉有点。手与你演出好戏，游行直到夜晚多凄美，争取这一次走几千百里，还有那一种结尾，不顾一切在乎你，没有想过太多，我只需要你。走出去的那两步好心酸哈。